His name is Zhang Yibin, and he comes from Nanjing, China. Known as the Idol Professor, he is the leader and the doctoral advi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t Nanjing University. He is one of the millions of talents rooted in dozens of universities in Nanjing.作为南京的一个老百姓啊，生在这儿，然后上幼儿园、小学，然后中学，上大学还是在这儿，最后一直到工作，从小也看着这个城市，然后一点点变迁，将近60多年南京的城市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城市活着，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就是老百姓，存在感还是真实的。 你可能有很多潜质，但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他会有一个抉择，就是你做一件你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它既可以发挥你的内在的才能，同时带给社会这样一种回报。从大学的职能和大学老师的职能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要让同学以百年难大这样一种特殊方式来体制生命的价值，在基本的知识点，他会很界定，但他的个人气质，他所面对世界的这样一种基本方式，会有他非常独特的方面。1986年前后，我们和华大就是在中国本土上联合培养这个中美的。 高端人才，在我们这个南京大学这个教育呢，它有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1年到2年，但它后来所发挥的这个作用却是不可估量的。一所城市，它的山水养老百姓也养一所大学，这座城市给了南京大学它存在所需要的历史积淀。 给予他特殊的这个文化建筑空间，而这所学校以他自己的文化存在，然后给予这座城市不断的在每一个时段里边给予他一种新的文化品质和生活品质提高的这种可能性。